Mandarin Corner spesial anak-anak. 小弟弟小妹妹，我们今天要学习水果的名字。好，跟老师看看啊。这是香蕉，香蕉。这是苹果，苹果。这是橘子，橘子。这是葡萄，葡萄。这是草莓，草莓。这是梨，梨。这是西瓜，西瓜。现在车车来了。现在我要草莓，草莓。你们知道草莓在哪里吗？这是草莓，草莓。我们放在这里，草莓。草莓。现在我要葡萄，葡萄。葡萄在哪里呢？这是葡萄，葡萄。我们放在这里。现在我要橘子，橘子，橘子在哪里？这是橘子，橘子，我们放在这里。现在我要苹果，苹果。知道苹果在哪里吗？苹果
这个是苹果，苹果，我们放在这里。现在我要香蕉，香蕉，香蕉在哪里？这是香蕉，香蕉，我们放在这里。现在我要梨，梨，梨在哪里？这是梨，梨，我们放在这里。然后西瓜，西瓜，这是西瓜，我们放在这里。西瓜，西瓜，你们知道它的名字了吗？好，现在老师问，香蕉在哪里？香蕉在哪里？这是香蕉。橘子在哪里？橘子在哪里？这是橘子，橘子。葡萄在哪里？葡萄在哪里？这是葡萄，葡萄。然后西瓜在哪里？西瓜在哪里？这是西瓜，西瓜。现在苹果在哪里？苹果在哪里？这是苹果，苹果。草莓在哪里？草莓在哪里？这是草莓，草莓。最后，梨在哪里？梨在哪里？这是梨，梨。